No, I want to take this. I want to take photos of this now to have ready for tomorrow. Okay. Tomorrow I make photos for day after tomorrow. Maybe after 10 minutes she left in this place. But she go anywhere to make this video. Just check it out. She, there is not the end. More than. Nice photos. Yes, and he booked a motorbike for me last night, and they dropped me off on the main road, ring road. 姐，你这么看一下啊。 我里边裤子没脱，然后我里边也是一个这种裤子，然后没脱，因为这没地方换衣服。然后你就大概看一下这个效果啊，它这个是高腰的，所以说如果说这个高腰的，就是你肚子肉的话，它这个位置它是可以包的刚刚好的，它就是这种的。姐，你可以看到，看到没？它虽然说它是这么裹的，虽然说是它是这么裹的啊。 风一吹的话，它简直就是跟一个裙子一样。你看这么站起来，它就看有点像裙子了。然后，但是它里边是这种裹起来的，所以说你就是不会曝光的。就是算它外边这一层吹起来，然后里边还是有一层这种裙子。这个料子穿起来超舒服，我有一条大红色的，我有一条红白的一条，但这个好像比我那个厚。 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穿起来特舒服。这个后边又是一种咖色，咖色的话，这条咖色多少钱一个？这多少？稍等，讲背一下啊。这个咖色的话，后边是黑色系的，这种料子的话，稍微是有点厚的，这种稍微是有点厚的。 这个，这边是蓝色，然后后边是这种白色的，它就一条两面色，一条两面。啊，纯棉的，这种是180的款价，这种是180的，这个是纯棉的，然后是那种加厚款的，纯棉加厚款，上边的是这种都是植物印染的。 纯棉加厚款，上边是植物印染的这种。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植物印染的。嗯，好的。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啊，这种裤子还有没有姐姐喜欢要看的姐妹？这种裤子，纯棉加厚款的这种裤子，还有没有姐姐喜欢的？ Namaste， 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这种裤子还有没有喜欢的？或者是姐妹想看什么？姐妹，这边有这种上衣，然后还有那个厚款的，厚款的那种上衣，还有那种T 恤，还有这种裤子都有。姐妹想看啥样的？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 姐妹想看什么款式的？围巾，或者是姐妹想看别的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别的围巾，或者是连衣裙儿。围巾或者是连衣裙儿，姐妹想看什么？围巾、连衣裙儿，然后那种重工的纱丽。 姐妹想看啥，我们再换一家。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姐妹还想看什么，姐妹？ 还想看啥？我们再换一家去看一下，看那个围巾，围巾还是那种，围巾还是连衣裙，或者是套装都可以啊。姐妹想看什么？这种民族风的连衣裙，围巾，然后或者是那种超重工的大纱丽，超级重工的大纱丽，还有小纱丽都有。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
姐妹想看啥姐妹，我们去看一下。来，姐妹，你们想看什么？Your heart is they say to like that one. Really. Empathy. It's different to sympathy. Empathy. You can empathize with people in their situation. She's thinking about the one side. No more time. What's she thinking about one? But sometimes it takes. Counter, child, child, counter. Child, get counter. Child is in here, yeah. She said to me, what is inside here? Yeah. No, inside here, child. Amelia, is he right? For some things here, for this, what he said is really, really right. Mm-hmm. Yeah. About what? And about children, I was thinking too, because I'm the only one in my family, and I was wishing to always to have a brother and sister. Okay. So it's nice to. How I know? Good guess. Not gay. 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姐妹想看啥？姐妹，还有那种特别民族风的那种床单，还有那种特别民族风的床单，姐妹想看什么？还有这种民族风的床单，姐妹要不要看？看一下，后边超民族风的这种床单。这种床单各种图案颜色都有啊。看我一下吧，你现在摸一下，看我一下。各种图案，各种颜色。阿妈有了吗？还有这种棉一点的，还有这种是棉款的，棉的厚款的，然后这种长中长款的这种外套，中长款的这种外套，姐妹看一下，这种码数都有啊，中长款。Already, really? 这种中长款，中长款，然后里边加棉的这种外套。You have or you want? No, I don't have, but here also have.This one, what does that mean? Good. Ready to go. I'm in the shop. This is a lo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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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 time.它里边是这种棉的，里边是加厚的一层这种棉。这种花的外套，姐妹有没有喜欢？这种花款的这种外套，厚的棉服了，属于这种厚的棉服了。然后还有这种。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这种款式都是啊。这种款式都是，它这个袖子还有点灯笼袖的感觉，然后下边看一下，它是有花的。啊，这个是帽子呀，这个帽子上面好特别。这种外套，厚款的啊，这种厚款的外套。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这种有没有姐姐喜欢的？这个外套的话有好几个颜色啊。这个外套有好几个颜色，这种外套有没有喜欢的姐姐给姐姐过一下？这种外套厚款的这种外套给姐姐过一下，比较民族风的。比较民族风的这种外套。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这种有没有姐姐喜欢的？这种有没有姐姐喜欢的这种外套？或者是姐妹想看这个裙子？
或者是姐妹想看裙子，裙子还有那种果裙儿，还有那种裙裤都有啊，裙子、果裙、裙裤都有。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这种有没有姐姐喜欢的？这种厚款的外套。还有一个橙色的，这个亮色系的啊，还有一个这个亮色系的，亮色系的那个。I can sell like crazy, but I can't fold them up. I've been putting a bag. 欢迎新来直播间的姐姐，有没有喜欢的姐姐？这种有没有喜欢的？或者是姐妹想看啥，你们想看啥，它这些款式都特别多，都是这种民族风的。姐妹想看这种厚款的还是薄款的？薄款的裤子什么都有啊，薄款的裤子裙子都有，它这种特别特别花的，超级花的这种裤子。这种纯棉的，来，这种纯棉的厚款的，这个纯棉厚款的，中间这个腰是这种高腰的，纯棉厚款高腰的，然后直筒，这种直筒裙儿。这种纯棉的，然后它上边是这种高腰款，上边高腰款，然后这上边是植物印染的那种。